出新品了呀，果断剁手了几脚。我们喜欢的肉球风格又回来了，2023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这可是我们这几年的梦想啊！还入了一些新品便签，一个旅行本。便签的款式特别多，但是一次性全入的话比较贵，还用不完。我这次都做了一些分装出来，每个款式都有哦。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周末来店里挑选啦。肉球的旅行本真的都好好看呀！嗯，那就挑这本新款吧，里面是光面的材质。下面我们来做几个胶带的分装吧，用的都是这种挂带哦。现在都剪得比较短了，能挂的数量更多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贴图件。一起来欣赏一下胶带的颜值吧，肉球真的是除了贵点其他没毛病啊。那今天我们还是选 VIX 本座吧。胶带图案真的细节满满，做了一个比较轻松点的手掌，也可以把里面的部分胶带换成自己拍的照片，最后就是这样的效果啦。有同款胶带的宝贝们赶紧盖下起来吧，期待你们的创意哦。